好好，没有，不要不要，拜托不要帮我捐了。超级激动平安箱提到孩子竟哽咽了。啊，这一些钱，不过就是买台 Maserati。才这么少啊？就是这样啊。600,000啊。600,000啊。一定值得的啊，这一定值得的。耗子掏空口袋，带全家环游世界，把这一年多的经历写成书。其实很多人斟酌在说小朋友他可以记下来什么，重点不是给他说你看到，就是他在中间学到的，看爸爸怎么在看这个世界，他有更多时间跟爸爸妈妈相处，以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或许他会突然想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把世界这样走了一遭啊，怎么我现在困在这个成绩里面走不出去？我数学考了88分，然后英文98分，不应该啊。有一天当你们长大了，爸爸还是那么固执，然后你们也遗传到爸爸这么固执的个性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会有很多冲突，我们会没有讲话很多天。但是，干嘛啦？但是就是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像今天早上一样，爸爸在你们的，好，下次再聊。太感性了，是不是？太感性了。我听个其他的音乐来压压惊。哎呀，别哭，孩子们肯定会懂爸爸的用心的。是说阿翔之前透露被耗子旅游照洗版，很不爽呢。我照片都传给阿翔，单独，不是传群组，单独传给阿翔。都有，有一张都有传。啊，但是是乱喊阿翔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从小听翔哥的歌长大的，我最爱他的歌是《良心》。你出来三更来游手啊，害着人一世来认真，无做的心肝来结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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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那我在一直在跟你聊另外一个阿翔，没关系啦。其实呢，翔哥哦，聊他的歌曲，真的也不想聊他。对啦，还好啦，不用啦，讲。好，没有，不要不要，拜托不要帮我宣传，你不要帮我宣传，你私下帮我跟他讲，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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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的书宣传，不要不要。好，下一题。我们没有下一题啊，我们这边。好，今天就在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没有要宣传书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关系。